据媒体报道，近日吴尊与女儿内内为某杂志拍摄的时尚封面大片温暖释出，高颜值父女幸福相依，笑容十分温暖。已经40岁的吴尊依旧帅气有型，仿佛是吃了防腐剂一般，和刚出道时相差无几。变化最大的便是这次出镜的内内了，若不是官方说这个穿着白裙子的小姑娘是内内，都认不出来是谁了。都说女大十八变，才9岁的内内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，坐在爸爸腿上的内内咧嘴甜笑，这哪里像是父女，就像是大哥哥带着小妹妹呀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